很屌嘛，没人敢在我厂子闹事的。现在不是有了？我正好有一个生意是需要有种的人来干。这阵人跑的时阵，你答应我的事情，你会记得啦吼。家己的囝爱家己教，这是你讲的。这摆麦克伫外口做啥？是要请我订正个题目？没想到你们还能活着回来呢！我的表现啊，能看啦，不是吃菜。开个价 ，call me。这几个角都顾他们太久了。让我破，咱已经做的啊，就是用。今麦 Michael 做的啊，就是白浪。冲呀，乔！白水了，多来。你真的什么都想要啊？啊，当然啊，有本事啊！有本事的话，这群苍蝇就不会飞进来了。那钱嘞？我就不用帮你一直擦屁股了。我不需要啊，应付好你老子吧。妈，操你妈的逼！知道大草头是谁的吗？大草头是我爸。Devil 了 ，Bro, you fucking die, you fucking die.